刘雨辰传到王少杰，身高打，有夹击，漂亮！王少杰非常自信，二加一打中。能看到啊。这个14号是王少杰，北大。王少杰是4号位啊，郭凯来打5号位。王少杰，这个身体条件确实出色啊。第二次罚球还是没有能够命中，王少杰啊，两罚不中。王少杰枪打。有4号，这是有这个持球能力的啊 ，CBA 的这个选秀的，据说也是很有希望能够当选的状元。刘雨辰传到王少杰，身高打。有夹击，漂亮！王少杰非常自信，二加一打中。能看到啊，就是大学队啊非常主动的在进攻，而且呢不用那两个已经打到 CBA 的球员之后，感觉他们的整体性，尤其是防守上的这个，出了这个王少杰的这个得分。其实王少杰呢，哎，被誉为是 CUBA 的第一号球员。哎，好，范胜伟往里撵着打，传得漂亮，非常好的策应能力啊！他现在这个南区的新锐队的内线换成范子铭的高度又增加了。哎，我看他几次罚球，好像每一次动作还都不太一样。让场了，这两个都进了。这边也传，又是王少杰，是不是啊？他对抗还可以啊，传得漂亮、哦、啊，传得漂亮，这个意识非常好。低位要球了啊，王少杰这一节非常突出啊，确实是个很强的终结点，他们再打打。王少杰今天一个人拿了得有至少13分了。也是整个北大清华队里头进攻效率最高的球员。大家看啊，这个技术非常好，他就是身体上各方面就不打了啊，今天就不打了。32-25这一节。这样呢，星锐挑战赛啊、也是今年的一个创举。就结束了。Step on the land, I've got your hand.